欢迎大家来到红猪的游戏桌，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小孩的赛点局了，他的对手是台湾的邓家镇啊。U 在哪儿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啊。EVO 不是邀请制，兄弟啊，小鱼啊 ，EVO 是报名制的，你都可以去报名，你都可以去报名，所有人都可以报名。邓家镇现在非常被动啊，小孩这边是五个赛点，他好了，继续来看现在的比赛，来对小孩的库拉对战邓家镇的神乐千鹤。现在还是小二赛点，四个赛点。哇，邓家镇这边是要爆发啊，要崛起啊，充实出 CD。例会赛的开始，感觉邓家镇从刚才前面那个比赛开始找回自己的状态了。
这才是曾家镇的真正的实力吗？这套缺乏连有一个四期克隆，马上四颗气了，兄弟们。虽然说像现在三期克隆，但是马上就四颗气了。被别人斗两下，或者他斗别人两下，他就四期满。好了，你看四期满掉了，下半偷袭成功，摸奖成功，双生龙带两气啊！加罗蒂啊，这就危险了。杰尼特现在占据血量上的优势，三期杰尼特前冲一个下飞，目前小孩的克隆也是有点被动。我靠，坏了，先打半血再说了。曾家镇现在被干掉半血，还有510的血，踩脚两脚，现在小孩血量占有优势，曾家镇 AB 被小孩再次劝返没了，小孩7-3拿下曾家镇。